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6月17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处女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绿色。越重视合作呢，你的工作就会越得心应手哦。如果你在工作上还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，团队也能带给你机会。第二名射手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粉红色。在感情中能感恩对方的用心付出，你们就可以互相依靠，为了经营美好的关系，一起努力，一起互相支持，一起进步，那很不错哦。第三名双子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浅绿色。学习合作，制定学习计划，能够增强你在团队中的表现，也能帮助你清楚地了解你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。第一名双鱼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橙色。单靠你一个人努力，很难走更远的路。不过如果这个人不适合跟你合作的话，你也不要强求啊，你需要一点时间整理你的想法。第二名摩羯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蓝色。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如果没有谈清楚，很可能得不到保障哦。尤其是关于财务啊、薪水的部分，有必要制定一份清楚正式的合约哦。第三名巨蟹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黑色。谈恋爱是一件美好的事，但是不能被爱情的粉红泡泡冲昏头哦。不要在爱情中迷失自己，你的幸福才能长长久久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经营生活要有远见，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加油哦。